私密悄悄话。那当我们在跟群组所有成员在做对话的时候，啊，假设我们只要跟群组成员里面的某一个成员啊，某一个好友来做单独的聊天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在群组对话的模式之下，去对着他的这个头像啊，快按两下，那他呢就会开启单独的一个，我们看到这边，啊，这边就变成是单独跟某一位成员来做一个聊天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传送的讯息呢，就只有这一个成员会收到，啊，所以其他的虽然是在群组状态之下，其他的成员呢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。那单独的跟这一个成员聊天讯息传完了之后，我们把它关闭啊，又会回到这个群组聊天模式来。